你来了，等好久了。我是刚刚列车长的812年呢，4月20号。然后送完了，送完了，10:03，送白车是877次哦。气流发车，经由西武干线，还有竹南的试运转列车，新运转3000型新城际正常列车。好，建议是3029，一旦到场要立刻到新城机站。拜拜，我的 A3012，2边变成3029，877一次，是吧？送了烂，送了烂，终于顺利的通过了，开往竹南的试运转列车。用3012变成3029的皮蛋豆量，绿色带新城机站，赞！在松山站终于通过，877一次哦。好了，若小明跟妈咱们多多点我们了解我们。10:04，我觉得原本也是3030会来，就是3029，那没关系啊，至少排到3029，对吧？3030要等之后了。好了，赶快自己讲了，拜拜。好，谢谢观看了，再见。